九仰，你久仰什么久仰？你是金口阎罗，我是琢磨多言。你不爱说话，而我一张嘴就能把人给说死。咱俩就不是一路人，就甭跟我客套，还久仰。反正你们人再多也打不过我一个。不如我们就大道朝天，各走一边，折柳相送，就此别过。这位就是你说的北黎八公子之一？对，琢磨，多言。嗯，确实是个话痨。二位。 我听得到，有幸。哎，你又来了，不是？你嘴上说着有幸，但你心里就不是这么想的。你到底能不能真诚一点？我知道，你心里想的一定是我今天怎么这么倒霉，一出门就遇上了雷门第一少年英才，北黎八公子之中最难对付的琢磨公子，也就是我。 精神指果然厉害。精神指一指三唱，刚才这一唱叫不离，第二唱叫不归。 二公子，有个人也来了。雷，他可真会给自己找事啊！我才刚跟苏沐雨说过，不希望他们来呢。二公子，我们当真还有机会？有没有机会？ 就看有多少必死之心了。